如果三个人要跳一首 UNI 曲的话，想要选哪一首？或者是说看到彼此的话会想到什么 UNI 曲？哦，啊，你不是说要温布顿？我们要温布顿，但你不是还好吗？温布顿，对啊，我是很想要穿穿看温布顿的，因为你对温布顿有兴趣吗？感觉蔡恩蛮适合的。我逆转跟温布顿都没穿到过啊，我们也没有、啊，我也没有，我们三个都没有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我们三个都不是甜妹子，我们就已经制服了迪克，对啊，我们三个就制服了。我一直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在制服的地方、啊。我们是不是可以？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跳啊？是，你是二吗？还是三？制服的抵抗，我是三这样子。你是一在，我应该撞了一张。对啊。Glory Days， 不要。来吧，女钢琴家缺一哦，可以哦。我不要 Glory Days， 女钢琴家。女钢琴家，我是蛮想要。可以，我想跳。我觉得你说还好。牵手我最想跳是女钢琴，温布顿真的还好。女钢琴家很难呢、欸，真的。知道啊。你知道我就是钢琴，没有没有，我们这群人就是很想要有一个意境。对，就是、没错。就是有一种做一个角色出来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做感。零零赖有很爱演吗？好像有。我没有啊，我很正常。你现在就在演。演什么的，演一个正常人，好笑。我觉得手牵手的衣服很好看，其实我蛮想穿穿看。嗯，女钢琴家跟温布顿我也想穿。嗯，但是我还好，因为我没有很想要去温布顿。啦啦啦我是真的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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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还有人说很像傲娇。我们三个人要不要一起跳？哎、欸，我很喜欢跳，真的，我很想跳傲娇。我们一起跳傲娇。我觉得傲娇最前面那一段真的是太棒了。我也是蛮喜欢傲娇。好，好想跑！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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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吵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个标准答案打进去。我就是傲娇，希望未来许个愿，零零奈可以一起跳傲娇。而且傲娇本身衣着其实蛮 Y2K 的，对、啊、那个感觉，所以适合零零奈，对吧？那我们就回答到这边咯，谢谢大家给我们就是很多的题目。回答不完了，今天已经超过十二点了。十二点了，哦哦！再一次感谢今天林依云跟蔡雅恩来到宿舍，跟我一起度过这美好的晚上。不客气，哈！希望大家听得开心。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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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嘎。